你说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谈恋爱？那就是因为他心里那道坎他没过去。你别那么逼他啊。所以要帮助他嘛，去，我要帮助他，他今后要过好日子了。啊，过好日子，过好日子啊。刚刚入职，研究生毕业，属于一个中层阶级。这么说的话，您每天工作时间也大概在10小时以上，那我们的工作时间会高度的重叠。